咱们今天是有任务来的，什么任务？不是来玩的吗？好，就是。那个程子，这个哥们儿知道你失恋了，是不是？作为兄弟呢，之前对你的态度的确是有那么一宿的不太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带你来这个地方啊，你随便玩，敞开了玩，才能出汗，还能减肥。不是。 我是感情上受了挫折，来这儿干什么？不是，那书上说了，这运动可以分泌出多巴胺，这多巴胺呢跟那个谈恋爱是一样的，都这么回事儿，都能让人开心。哎，有道理。走，玩嘛，走。哎，别丧不拉几的，你看看跳多开心，一会儿咱们也走。 以后有哮喘病的，禁止到这种地方来玩，多危险啊！以后，像这种出了事儿的，我们承担不起啊！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呀，永远都这样，永远都不带药。这是哮喘药。你也有哮喘？哎，我没有啊，我喘是因为我胖，他才有病。 你吓死我了！你啊，不是你有问题，你为什么出门不带药啊？你还玩那么疯，你还一直跑，你这万一……我哪知道啊？再说，这不没事吗？啊，嘿嘿，小小，你为我着急的样子还真可爱啊，真的特别可爱。没事了，放心吧。 再玩会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啊，滕小小，生命虽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帮我拿着。哎，小小，喂，你拉我上去啊！爱情价，哎。